远景按喇叭，拦下这名机车骑士。这名骑士腰包透明塑胶杯里几乎都是钉子，少说有数百根。远景掌握身份，发现骑士从住家骑车外出，一路跟监，就目击到他在林园区的石化三路、文贤南路、沿海路三段的路口，这三个地点都有撒钉子。 有撒钉子。警察甲炸落来，炸落来问的啊，有车啊，有车，有车收。对啊。一定有钉啊。男子在林园区的部分路段狂撒钉子，害得很多民众开车骑车爆胎。有受害者抛出照片，秀出自己光是散步就可以捡到28只的铁钉，排列摆好，规格长度大小几乎都一样。如果他这样，我会跟警察说，哎呀，抓破啊，怎样怎么样。因为我在想，朋友都会不乐意让别人。反正可能，比如今天啊，还在当当家。有民众每天扫地都要仔细看看有没有扫到铁钉。这一边好多前天。甚至还有热心民众用吸铁自制工具，在路边巡逻，把铁钉吸起来，民众忧心忡忡。涉案刑法第158条，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，已现行犯逮捕并查扣相关证物。警讯后将呈写
铁钉，这次再度落网，希望能够得到教训，别再有类似行为。三立新闻涂永泉、何振凤，高雄报道。